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段经文啊，那就是丙三赞许。因为文殊菩萨提问啊，佛就是回答。尔时世尊赞曼殊师利童子言：“善哉，善哉，曼殊师利，汝以大悲劝请我说诸佛名号，本愿功德，为拔业障所缠有情，利益安乐向法转时诸有情故，汝今谛听，极善思维，当为汝说。”啊，这是一问一答。这个时候啊，世尊他就赞叹文殊师利菩萨啊，他说很好啊，很好啊，这个文殊菩萨，你呢是因为大悲心，所以啊劝请我来说诸佛的名号，以及诸佛在修行时候他们是有什么样的本愿，而完成了什么样的功德。最主要当然你是为了要拔业障所缠缚的有情众生，为了要让他们得到利益，饶益他们，让他们在向法的时候有一个修持的准则。那现在你好好听，也好好的思维它，我来为你说。这个汝当然是指所有的大众。那这一段经文是非常的简单。这个世尊当然就是这个指释迦牟尼佛。那童子为什么文殊菩萨叫童子呢？这个里面的解释是指菩萨。那童子我们一般来讲啊，小孩子叫童子。这个地方是特指菩萨。菩萨为如来之王子，因其如世间童子之无淫欲念，故称为童子。也就是他是如小孩一样，他没有淫欲，他是修行啊，修行得证的菩萨。所以文殊菩萨叫称之为童子。啊，在这个所有的经典里面讲，观世音菩萨啊常现女众女身，那文殊菩萨就常现男相。这是比较常现象的一种状态。那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啊，如以大悲啊，曼殊师利菩萨他是因为有这个大悲心。那我们来知道哦，慈悲，在其他的经典里面有讲，慈悲有12种利益。一个内心真正慈悲的人呢，你看大家看到这个，福常随身。会得到护法龙天的护佑，众生对你怎么可能还会伤害你呢？所以呢，慈悲有12利：第一个福常随身，第二个卧安，睡觉都睡得很安稳的啊；第三觉安，觉是醒着的时候，醒的时候也很安稳。像我们世俗人呢，伸手不打笑脸人，就两个吵架，你笑笑的，你没有起嗔恚心，人家就不一定会起冲突了嘛。更何况你真的是慈悲的，会就想要拔众生之苦啊，内心就是能够看到众生的这些，想要安慰他，所以觉安。第四，不见噩梦，睡得很安稳。那如果有梦呢，也不会有噩梦。有的人说啊，睡觉都我没有困到一套球，愉悦嘛，这心就会安定，不见噩梦。第5，天护。就是所有的天人也都会护持，一个慈悲的人怎么可能还会有这些所谓逆境啊、灾厄啊。第6，仁爱，大众看了都会很欢喜。第7，不毒，不会被毒害啊，这很简单的，慈悲的人怎么会被毒害呢？第8，不兵，不会碰到兵灾啊，那有这种战乱的时候。第9，水不丧，也不会被水淹死的。第10，火不丧，也不会被烧死的。他没有这些果报，没有这些果报就是碰不到。第11，在所得力，就是这些你所有一切需要的，在你所有的处所里面你就可以得到，他不用说还要跨越等很久很久很久。就是慈悲真是很现况就可以有他的果，这是因果，很快在这一世里面他就会有他的答案。第12，死生梵天，死了之后可以往生到梵天。当然这里的慈悲是在讲说，一般只要有慈悲心，
还不一定谈到有智慧的部分。此生梵天，这个梵天是指色界的初禅天，那不是那个所谓一般的讲的邪魔歪道啊，就是梵天，他讲的是初禅天，这个天是没有欲界的淫欲，他没有淫欲，所以很极净清净，叫梵天。那这个梵天王他深信正法，所以每逢佛出世的时候，梵天必定前来请佛转法轮，就是意思说你可以升到这个梵天去，然后这随着佛宣扬佛法的时候，这梵天呢，梵天王都会带着这些天众一起来听经闻法。那这个十二例啊，给大家做参考。说到这十二例啊，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他说有一户人家啊，这屋子这样一整排。那一整排啊，然后 有一天的灰修处啊，那灰修处啊就是着火了，那着火就开始烧烧烧烧烧烧烧，那其中有一户人家呢就很慈悲，常念观世音菩萨，那结果这火烧烧烧，哎，这个慧公也要跳跪金，相不相信这个火还真的跳跪金呢，啊，继续烧后面啊，这间就没有烧到。那很多人到事后就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这户人家就是没有被火波及，原来呢是修行人，这修行人他自然会有护法龙天好护着。那这个上面我再举一个例，一个现况的例给同学听，就我们有一个同学啊，就大家一起同参道，有一个同学他呢心是蛮善良的，那个时候学佛还不顶久啊，那但是他就是有那个善良的心，那给佛心啊，很喜欢帮助别人啊。那有一天他就在做义工，那做义工啊要回去的时候，就是其实是有业障，那有业障哦，那有人就给他一块那个大悲咒，大悲咒，那大悲咒他就放在车子里，大就叮咛他说啊，那你要多持大悲咒。于是啊，他就一直放着大悲咒。那有一天呢，又有一个活动，他就很热心呢，他就用那个载卡多啊，里面都载了同参道友，要去做一个活动，他又参与一个活动。那他当司机哦，车上就放着大悲咒，这样一直放着，一直放着。那车子开高速公路啊，那开始高速公路开啊开啊开的时候，对向就有个卡车啊，出了状况啊，就冲到这边来。就冲到这边来，因为他载卡多替帮不是盖高呢，是不是？那不是盖高，就冲过来，他就眼看这个车子怎么从天而降啊？他是这样顺走他内侧车道嘛？啊，怎么车子这样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就不知道怎么了，不知道怎么了，他这个座位啊，这座位我们不是一个扳手吗？那个扳手就说忽然间动了，然后他整个人就躺下去，那个卡车就把这个载卡多的头这样砍过去，他就躺着。那后面的人呢，因为在睡觉也都比较斜，好，然后这个玻璃就碎成碎片啊，这个玻璃不是这样撞击吗？那个碎片就全部打在他的身上、脸上、所有的身上，全部都掉的皮啊嘞，掉的掉的，鬼哭哭像刺猬。那这个车祸发生了，发生其实刹那之间怎么会这样躺下去，他都不知道。他说他就觉得他在念大悲咒，然后看到那车子来，他就不知道了，就不知道了，不知道。然后他就躺下去，有一阵风这样吹过去，当然也可以卡车的风，那你也可以说观世音菩萨一袖子这样一甩的风，让他毫发无伤。只是伤了皮毛，而去到医院的时候就一点夹起来，不得急。慈悲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心是只想到众生的，那纵使你有一些突发状况或是所谓的恶缘，就是以前的因缘果报，虽然不能相抵相冲，但是它也会化险为夷啊，重报轻受，这是慈悲啊。他说这个慈悲哦，还有好多的故事啊，都是一些可以真能证明给大家听的。
他在说，他说 有一次呢，有一个女生呢，一个女生呢，她就要去上班，她是工作者，她去工作，她每天就要骑那个摩托车，她骑摩托车，然后去上班。有一天台风，台风又不是很大，那这个单位又没有发布，没有发布说那天不用上班，于是她就骑摩托车，啊，冰耀姐种高。就是我们就是种田的时候灌水的水稻，我觉得这么高，然后因为雨很大，就对向了来了一部车子，那来一部车子，然后这车子有点过来，所以他就闪不及啊，都拔来这么高来的，啊，拔来这么高来的，我都不知道，你知道飞到哪里嘛，不知道啊，就滑进去，然后就昏了，他就昏了。然后人就在那个重高来带这样扑着，因为都撞头破了，这个肩胛骨这边啊，全部都断了，然后就在扑嘞这样子。然后呢，他家人哦，第二天早上他没回来，因为他上夜班，三班制的要轮，所以他晚上。第二天早上，哎，该下班的时候没回来，家里人想说啊，他可能去买早餐啊，顺便去。可能顺便去菜市场买菜。话说那个晚上，然后这个就是慈悲了，这就是有善因缘。台风天应该不会有人出来吧，应该不会有人出来。其实那一天呢，就是有一个阿伯啊，有一个阿伯啊，他就是肚子饿要去买东西吃。照理讲台风天你大概也不至于还要风雨交加之夜然后再去买东西。可是那个阿伯就觉得说他就是想吃的，就是很想吃就对了。然后他就骑着脚踏车。他骑着脚踏车还穿着雨衣。然后他就骑在那个重高冰呀。他骑在那个重高冰呀，他就觉得怪怪的。他就是本来他就会骑比较靠离重高看红诶。他那天他就觉得怪怪的，好像那个地方好像有人在叫他。就是那个重高好像有人在叫他，他就特地骑到那个重高的边呀，逆向，他这个是这样啊，他就这样骑过来，你就一直在盯着那个重高，哪骑啊，哪看啊，哪边骑边看，就看到一辆衫吼，水安尼爱就捧起来嘛，一辆衫在摸起来，又看不出来是一个人呢，头发黑黑的，还有雪，也干嘛这样摸起来，也干嘛很奇怪。做阿美红胎嘛，可是他就觉得很奇怪，好像有人在叫他啊，一等吼停下来，竟然停下来，边有一支叉啊，那个嘟夹起来啊，啊那个嘟一下看见，哎呦，一个女人在里面，哦，这个赶快哦，啊那个重高最高一里的老呢，咦，不是讲你弄了，可能呢不知道哪里多远哦，啊，就最高一里的老。哎，就看，哎呦，竟用迄叉甲挡着，啊，挡着才叫叫人吼，附近的人啊，进来，有人跋咧重高来，啊，勾起来，啊，勾起来了，那个人完全没有意识了，再送去医院。那医院呢，就再经过一日一夜，他都没醒来，然后家里人就一直等。家里人奇怪，啊，都红台梯，然后怎么上班也没回来，然后等等，一直等到第二天的下午，终于他醒过来呢，医生就打，就是医院打电话说，请问你们家有某某某吗？有，他都没回来，我们这是医院，哦，我就听到医院就给他去太平间了，然后就说医院他在急诊室怎么样，然后家里人就过去去看他。就看他，然后才发现哦，原来他出了车祸。那我们追究，原来这个女众上个礼拜才受五戒，她前一个礼拜才受五戒。啊，她有没有业障？有，她有业障的，对不对？然后也抓不到那司机啊，也不知道是谁啊，完全没有办法的。可是她上个礼拜才受五戒。他在受戒的时候发了善心，发了愿力，虽然还没有做，戒也才持一个礼拜而已，他竟然死里逃生。那我们说这个跟慈悲十二力有没有关系？
还是多少有关系。因为你纵使还没有完成很多的慈悲行，但是你在这个礼拜里面，你处处就想到众生，杀盗淫妄酒，你真的也是想要改变你自己，然后对于自己所做的错的行为，过去生过去是错的，有真心的忏悔。很多人如果你知见不对的话，你可能就想歪了，哦，一再到去想我改了谁啊呢，你看这佛教恐怖，那这是不是刚好就被盗了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你想对说啊，你看这想我改一礼拜而已，死里逃生，要不然那就在水里又像血这样流，那个要晚几小时的话，你纵使你没有淹死，你大概也感染死了，你也血流光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说真的有些东西是不可思议的。那个阿伯啊，就觉得说一直有人在叫他，他就会一直往那边看，然后又有一支叉在那边又给他拉一下，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准？有时候你又以为是死狗一条，你也不会去动它，是不是？这就是不可思议啊！啊，这个它就是水不上，那是有善因缘，那这个也是所谓护法龙天护啦，要不然怎么可能？哦，那这个地方呢？哦，这个如以大悲，这世尊讲啊，你是因为慈悲，所以要我说这个诸佛的名号，要拔业障。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业障所缠，我们一般来了解佛法里面就会讲到缠，缠缚把人绑着让你不自由，就十种缠缚众生的烦恼。那这个缠呢，一定是烦恼心，就是你一定有起污染，更污染的心才会有这个缠住的现象。所以呢，这个缠呢，随附着贪等根本烦恼而起的，然后跟染污心相应，造种种的恶行，然后所以今天呢，你才会有这样的缠缚，让你自己不得出离生死。所以这个缠呢，都是一种行为，而且是具体的哦，你已经有这种行为，那你之后就会让你的心不自由。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十种缠，第一个叫无缠。就是不自知耻，就自己不知廉耻啊！就是于诸功德及有德者无从尽，却计难知而不自知耻。就是对于真的有修行的人啊，比如说圣哲啊、诸佛菩萨啊，那你没有崇敬心，而且会嫉妒他，难知就是特别问难，特别找他麻烦。而自不知耻，自己都不知道要惭愧。所以人呢，一定要真的懂得圣贤呢、啊。圣贤的时候，我们要起崇敬心。第二个叫无愧，无愧于罪为他人所见而不知耻，就自己做错事了，那人家知道，那我信啊，他也不信啊，就自己都不知道廉耻。那这种人很麻烦呢，无惭无愧不为人呢。在佛法里面讲，不知惭愧不是人呢。那很多动物的话，你随便马路上为了争一块骨头，也可以厮杀呀。然后在马路边行淫啊，这都是不知惭不知愧的。那人呢，就是已经发展到有这种自我制约，而且能够不伤害别人。而且懂得道理，所以这是最高的智能的发展，要懂得惭愧。第三叫嫉，于他人诸心甚是，心生不喜，就嫉妒人家，别人有比自己好的，那你心中就不开心，就觉得他凭什么那么好这种是自己心眼太小，这众生有自己的福报啊，众生有自己福报。那如果说你在这上面对别人好的事都不能随喜，那自己哪一天好的时候，人家又怎么随喜你呢？这个是忌。谦，第四个叫谦，吝于会失世间资财或出世间法财。谦这是小气呀、啊，吝啬于给人家世间的物品或是出世间的法财，道理也不好说给人家。
像这种哦，一般世俗里面很多很多很小的事情哦，都会有这种发生啊。这个像牵令这种东西哦，哦，就是尤其乡下是很朴实的地方啊，乡下这种个性啊，它的差异就很大哦。我记得哈，看过一些乡下的妇女是这样哦，有一户人家。那有一户人家啊，他们在这个村子里算是首富啊。以前呢、啊，以前这种村子里啊，就是有钱没钱分得比较清楚。那这个首富，他们为什么是首富？其实有原因的。在过去哦，不会像现在有西药房啊，或是现在医院啊、健保制度，这都没有的。过去乡下的时候，都爱照顾照顾，然后有包啊。是不是那个有包啊？然后哦，然后那个医生来哦，然后你啊什么有包，然后他就给恁本药啊那个，然后有什么病的时候就可以啊、哦、可以救急这样子。那这户人家的这个老板娘啊、哦，这守护的这个太太，她就很善良，她每三个月哈、哦、就请这个伊内公什么那种叫什么医生。我也忘了怎么称呼。那那个医生啊，他就会跟他说啊，我被爱什么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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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油啊。那每次就带来一大包，好多钱。那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呢，不管贫富啦，不管啦，只要有人生病，拢会来找因刀，哦，拢会找老板娘。啊，阮刀都安怎，巴肚疼安怎安怎，阿姨就讲哦，好好好，较紧吼，有包吃，都不拿钱的。啊，还有一年夏天，还有一年夏天呢，因为他们是首富，那以前的电，以前的冷气不是大桶冷气，咣咣咣，就多心爱我那种啊，哈，好大一台冷气，他们家就装了一台冷气，那一台冷气哦，就是舍不得开耶，装是装了，是舍不得开。那有一天呢、啊，村子里面呢有一个年轻的太太，她就生了一个小孩。他生了这小孩，他就得了一种热那种病啊。那小孩就每天到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就开始发烧，就一直烧，烧到医生说这个不能再烧下去了，就怕他卡的小叛起啊。那医生就跟他说：“你回去哈、啊，要开冷气给孩子睡。”那怎么有冷气啊？乡下怎么有冷气？啊，于是他就来跟那个老板娘讲说：“啊，我的孩子得了一种怪病，就会一直发烧，医生叫我们一定要吹冷气。”啊，那个老板娘她说：“哦，这样啊，不要紧，哎呀，你都搬来我倒滚。”结果，好，他那个妈妈带着小孩啊、哦，然后就到他们家，然后那个老板娘就把他的床。给那个孩子跟他妈妈睡，那自己在旁边在打方便场，跟他先生两个，反正就是这样子、哦、大家就这样一睡整个夏天。你看人有本丁还没本丁，不管人家好去啊，这个就是这真正是有本丁啦，唔惊人安怎甲领导，吞他啊，所以他对于这个世间的资财呀、啊，真的能给。然后这户人家哦，以前有乞丐哎，同学，你们现在很少看到乞丐哈、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是有乞丐的啊。那每次到那个就是乡间呢、哦、拜拜的时候哦，他们家的围墙外面呢，然后那几白啊，几白乞丐啊，然后等下蛋哈，他就会啊，他们这一户人家就会煮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多，然后端出来给乞丐吃，然后一人还发几毛钱，他真的是有德啊，真的是有德。所以这种东西啊，这还是指世间财。那有的人对于自己修行上面的一些出世间法财，就是自己修行上面的一些体会，或者是说佛法的一些解释，有的人懂，他就很乐意的要告诉人家。可是有的人他就不喜欢让别人。不喜欢别人比他厉害，所以他就不讲。那这上面就是一种牵令。那人还是真的有他修行里面的一个过程。那话说我刚刚讲的那个首富啊，那个村子里的那户人家，
还真的出生了，就是他们的家族里面还出生了有德的孩子。那修行就进入修行啊，那整个家庭里面大家的那个智慧啊，这智能上面的发育啊，都是比这个村子里面的其他的人都来得稳定。那这个上面就是人要靠自己真的去修啦。那你的心量多大，你就能纳多大的东西嘛。你心量如海，当然你所有的东西都能纳入嘛，你也能够纳众生嘛。那这个上面就是就单看你心胸的宽广度。啊，如果说你的心胸是很狭窄的啊，三海拢未分张，啊，我甲你蒙一个，啊，这安怎生也未使，黑也未使，啊，那这种你说还能怎样呢？啊，就是那样，啊，自己守着自己的福报，这样子。第五个悔，悔追悔于所作之过恶中而令心不安，人常常都在追悔啊，被灾安葬，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有的好事你做过之后还要悔。啊，早知道我就不要对他那么好，早知道我就不要布施光光，我现在都没钱。那早知道我就不要那么用力，那早知道我就不要护持。那这种悔实在是火烧你自己的功德林。那有的人是对于自己做错的事情很懊悔，然后心中很不安。那这个要有正知见的，要有正知见。你过度的调举也不对，你永远心中是阴影的。那你对于自己所做对的事情也懊悔，早知道那只股票啊，那只会涨，我就应该买它。啊，早知道那个房子会涨，我就不应该卖。早知道，这都是悔。世俗里面很多这种很世俗的东西，都让众生不得出离，他没有办法豁达一点。这个要相信，就所有走过去的路。要知道错要惭愧忏悔，但是不能一直追悔。早知道那家比较便宜，我就不要这家买。每天自己内心就斤斤计较的追悔，完全没有意义的。修行如果还在这样的话，它真的没意义。那话说也有很多人呢，就笑修行人，他说：“哦，你们修行人呢，不会跟人家杀价，对不对？人家菜哈一斤15块钱，跟你讲18块，你都不会杀3块。”然后呢那有的时候啊也不会多问几家。所以啊，你们修行人的钱最好赚。有的人就会用这样的言辞啊来批评修行人。那修行人他的想法是认为说，哎呀，这就是因缘啊，那众生有众生该得的利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所用也不多嘛，当成布施也可以。这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可是哪一种想法是比较平静呢？哪一种想法比较平静呢？很多人是不喜欢被骗，没有错。可是如果你心甘情愿的，就不要追悔。如果你心甘情愿，事情过了，做了，就不要追悔。有时候你可能从外面买一个东西回来，另外家里人又买一个东西回来，你买多少钱？25块。啊，你很狂的你。那我这才18块而已，你25块啊。不要悔，知道吗？不要悔。18块就18块，25块就25块，这个是过了就好了。你下次会记得请他18块去买，这样就好了嘛。你不要懊悔这次的25块。这只是说提说生活里面点点滴滴点点滴滴众生的烦恼实在是数不尽啊，其实都是自己染污心相应而不断的延伸。那第六个叫眠，令心昏蒙而无力醒察。醒着的时候就像睡着一样，就是没有醒察力，常常呢昏昏噩噩，无法思索。这种人很多，现在很多人到让自己很精明能干的样子，其实是很没有能力。比如说啊，坐车做什么，一定要赶快电动玩一玩，你有没有看过呢？包括年轻人，那这个心是完全全部在追逐外境，心外求法，追逐外境，他怎么有能力去省察呢？他没有办法去省察自己的起心动念，什么是该对与不对。有的人是哦，那边讲电话啊，边讲电话，然后那边要高铁票，那票出来拿了就走，后面当当当当当的钱他都不要，
你没有办法有安住嘛，这是很简单的，这完全没有醒察，活着跟睡着一样。那第七叫调举，漏写，调举是令心不极静，无法成就诸禅观，就是你的心要不浮动嗨很嗨，要不就是陷在一种情绪中无法处理无法出拔，像这些都让你自己会产生烦恼啊，这样框住自己，这种就是禅，禅缚的禅。所以末法众生这种禅缚的情形非常普遍，没有哪一些事情来烦恼，好像自己没有什么功能啊，每天一定要大烦恼小烦恼一些，那让心一直进入到某些事件里面，这叫调举。第八叫昏沉，神识昏沌，于善法身心无力堪住。昏沉就是你没有办法提起正念，每天呢就昏昏噩噩的，那这些呢都是作息不正确，那思想上面有太多杂讯，所以生命里面有太多这种环境纵容，就是自我纵容了，自我纵容让你自己在这失去章法。你说修行里面还是有一些自我要约束跟检核的地方啊。那你说昏沉，什么叫做醒着？真正让你醒着，你真正精神是 OK 的，你可以思量，你可以思维着法义吗？你真正可以坐下来听一段经典吗？你真正能够深入经藏吗？做一些利益大众的事吗？这些都是要有一点自我对话啊。这个只是给同学自己好好去省思一下，对于善法，对善法，那身心无力堪住，你身心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去接受它，去实行它。第九叫愤，于为己意之境，则发这个恚怒而忘失正念，也就是生气起来之后，你正念都没有，而且那个嗔恚心啊，甚至语言啊，这个行为都发生出来，这种愤，那就是嗔怒在进阶的，这种就是脾气躁动不安，有的人在很难相处。现代的人呢、啊，那现代啊，你要这三代同堂，就搞不好就不是很顺了；四代同堂，那妯娌还住一起，那很难找得到、欸，非常难找得到。在过去还有那个一个家族啊，屋子这样，还有1000多人同住的，1000多人那大宅子啊，现在100来人同住就很少，20-30个人同住就已经很少了，现在2个人都搞不好，是不是？因为很容易愤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出来之后，一定要把这个内心的这个愤恚之气，这个生气就发泄出来，一定要让他听到，一定要伤到对方，你才肯罢休，你才肯让自己平息下来，一定要把这个愤怒的这种感觉说出来。那这些其实对修行来讲很伤，一定失去正念，一定要改，这是一定要改的。那修行人他会一天到晚就这样子，这样一天到晚那种很狰狞的面貌吗？不会，一个家要和温和温和的，凡事可以说可以讨论，那这是一个修行的基础，它有安忍啊，它有忍的一种现象啊，这是愤。那第十个叫覆，覆藏自己的罪过，覆的话就是掩盖，都会掩饰。很多人呢在掩饰里面，心是得不到光明的，他的心永远就会有个黑暗的区域，因为你做错的事，那你不能够真正去面对它，所以这个覆啊会覆盖你的清净的觉性，然后内心总是会有所谓那种羞愧或是遗憾啊，这种末法的众生呢、啊，这种覆的情形很严重，那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历史包袱了，每个人都会有。那这些呢，你要真的
不要复藏自己的过。有的人他习惯了说谎，你这个我们也看过一些人呢、啊，就不谈修行人，就是看过一些人，你只要问他话，他都先跟你回答啊，不，啊我靠，一台车车门是你的，不，那跟我没代志，啊，并没有你的车号，明明就是你的车号啊，啊然后又说哎、啊，我靠，一笨手，嘿不，嘿马上坑哎，他一定回答没有。他一定，他那个已经习惯了，他马上回答没有。还有一种人，他绝对回答好。哦、你有问过啊？什么什么麻烦你怎样？啊，其实阿未听入去，伊就应好啊。阿你好是后工才做。哎，讲啊，那好、啊，我这句无用啦，好，歹势，绝对不得罪人。伊拢先应好，为人拢先应好呀，伊袂甲你应唔好。其实。这个里面就不真呢，它里面有醒察，你可以把话听完，你要把话听完哦，好，嗯，是，嗯，可以。那哪一个时候呢？好，我可以。哦，对不起，我不行，我就是硬，呵，啊，那么你要，啊，你不是跟我硬，那个不对嘞，啊，我不跟你讲是今天的啦，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两极端，有的是，然后有的会。隐藏会掩饰，掩饰后面就会有好多好多小动作，为了要去解释，然后就衍生出很多很多的那种很奇怪的理由，到最后连自己都不相信。而末法里面众生的这种习气很重，这种时常都是习气，无惭无愧、嫉妒、悭贪、悔。跟懊悔、黏，还有吊举、昏沉、愤跟负，而这种情形呢，在讲这个负，讲一个故事给同学听。但有一个人呢，他就心里想修行，他心里想说啊，我要好好的发露忏悔，我要好好的修行。可是他过去哦，过去记录不好了，他过去是一个司机，计程车司机。那他脾气不好，只要这个客人呢，跟他，比如说你要去中山北路，客人说中山北路，然后他走，他就照自己的意思，然后就走。那客人说，哎、欸，你也给几条，啊，你给十块呢，就是意思说你要让我多花钱。那一德公，他就马上生气哦，他那马上生气公，你留下，我不宰你。好凶哦！然后他常常就把客人就赶下车，那他这个素行不良，常常跟客人起争执，然后下车的时候还要人家付那个基，就是他走到哪里的基本费，这样子。他说不在，不顺路，我怎么样？然后常常就是载了客人，然后客人比如跟他聊天，政治理念不合，好就在车子里就杠上了。有一次呢，就是。两个实在是谈不下去了，他竟然多过分了，他竟然是载到派出所，他就把这客人载到派出所，然后下车，就是派出所嘛，然后下车之后就跟这个客人在那里打架，然后这个警察就出来，警察就出来说，啊你哪会，啊你你做一个司机怎么，他说这是 OK， 就真的很坏，他这个习气啊。他这个习气一直让他孤，就是孤单的一个人，他也没办法跟别人住，也没办法跟家里人相处，兄弟姐妹都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当然就是一个人，他也没结婚。他后来呢，就到一个寺院去，一个道场去，道场做义工。那做义工就是当那个接送的，发心的机动组的交通组，然后接送。那接送那个师父就跟他说：“你上车，跟他用的一句。”叫做阿弥陀佛，人讲师兄，我要教导你，就讲阿弥陀佛；你若要教导伊，你就讲阿弥陀佛。你今日会这四字尔，其他的话你拢未使讲。就教他这四个字哦，他就戒掉他的那个脾气。他真的就这样学，他在学人家讲哦，要哪里阿弥陀佛，哪里阿弥陀佛，要上山阿弥陀佛，要落山阿弥陀佛，他就一直阿弥陀佛两年。
两年终于把他的这个习气愤啊这些东西都改掉了，都没干完给都是阿弥陀佛。但是一勾炸呢，他以前跟人家起冲突的时候的记录大家已经都耳熟能详，到四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寺院十年了，他想落法，他就跟住持师父讲，他说我想落法，那想在这里好好的真正的修行。那个住持师父就跟他说，再考核看看好不好，我们纳入考虑。啊，话说就这样，他心里就喜气使然，讨厌生气这个住持师父，喜气使然哦。他没有想过说，其实他好不容易才改掉习气，可是喜气使然，他心中就觉得找我茬。他念头就这样哦。那有一天，有一天他就开着这机人车，那一个巷弄。那一个巷弄呢，这客人呢，就是人家叫号的，那客人还没出来，还没出来，后面呢，这个社区的一辆汽车出来了，那这个汽车出来就叭叭叭，叭叭叭，叫他闪一边，让他先过去。可是他习气使然，习气使然，他这个就粗话，然后就骂对方说：“安坐。”我你喜不喜欢单挑，反正就是讲那些话。结果那个计程车那个后面那个住户齁，他就看几张架多张，跟剃个几个平头梗梗梗啊，死死跟整个居士服。看起来都明明很像修行人，可是怎么是这样呢？那怎么出口慧言，然后就要跟人家单挑这样。后来这个叫车的这个乘客就出来了，叫车跟着乘客出来说：“哎呦，这给人家手机呢，看到一个人安尼做修行的气质，迄衫啦，三个头壳的发型的气质，啊，做修行的气质，啊，哪会要甲人安尼？哎，就改讲啊，现在，啊，我今仔无要出门啊啦，我叫唔着车，无爱改坐，啊，都无爱改坐，哦，哎，就底下要甲人杠起来，啊，杠起来，这人也无爱坐啊，啊，这后面的那个。”住户哈，八八八，唔敢八，唔敢八，碰到恶徒啊！底下你个仔我多来躲哦，我跑不了家的了，所以他就不敢惹他。后来他就车子开走了，开走了之后呢，就是被一个一样就是寺里的一个师姐看到，因为师姐都是出来，啊，都听在外口足大声那种的，哎，就这探头看，哎呦，啊，都迄个师兄，这考核呢，佫未过。够没鬼啊！知道他就是某一个时段里面他的一个习气，这个时禅是个习气啊，他那个习气都压起来，啊压起来又跟人杠上了。啊，你今仔哪出街呢？那人无囡仔哭较慢的时候，你们讲提来啦，是不是？维诺要起枪起个不好的时候，就讲你点点，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修为啊，他的习气啊，他没有办法跟人家共和。于是他这个考核就破功啊，人家就不要他。那个住持师父就跟他说：“我看你就好好当个居士好了，多念阿弥陀佛。”他出家也没出成。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他想说，这个地方啊，他已经恶名昭彰啊，他已经恶名昭彰。于是他就离乡背井，离乡背井到。这个叫福建，他叫福建，福建去找一个师父，找一个南众道场，他住好几年，因为他完全离开，他真的内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种警策啦，那种感觉很说不出来，他是真的在佛前哭啊，他就很惭愧忏悔，然后他就发愿，他此生此世一定要好好修行，改掉他的习气。啊，终于他就到那边去，到好像半年，住半年，考核通过。那边考核没有像这里这么长，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的发愿那个心啊，那个心力很强，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半年。后来再经过一年多，就落法了。啊，落法，他说，这个就是我自己。他后来又回来，大家就看他落法，也很随喜赞叹他。但是他就说。他过去他
他过去的这个愤恚的心哦，是很恐怖的。他无惭无愧，他每一条几乎他都有啦，他几乎全包，全包。可是后来他还是一个出家人哎。他说他到那边的时候，他真的叫父，最后的这个字父。他到那边的时候，跟这边完全断绝关系，他都不敢让任何啊我们这边认识的人知道他的行踪，让人家把他过去的素行不良的，所以这些恶行恶状说出来，所以他都掩盖，他都掩饰，他好痛苦哦，他非常的痛苦。一直到他落法之后，他是一五一十的佛前发露忏悔，他就让那些同门的师兄弟说，我以前有多糟糕，而且我来这里的时候，我都刻意隐瞒我自己，我不敢让大家知道我过去的历史，会耻笑我，然后我装成很有修行的样子，可是我的内心其实一直在波澜。这也是个过程啊，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现象，今天这个就是我们事实修行人里面你必须去突破的点。你要懂得你的这个习气上面，那这个心胸要开阔，那才不会缠住你自己。